这里好看，这里漂亮，一小点鲜花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真美啊。有人说在矿区啊，500万简直是丢到水里面，响声都听不见啊。今天的话，咱们就带着这500万过来，也别说什么丢到湖里面是吧？看看能不能丢到矿里面啊，能不能听见响啊？现在的话，咱们已经到敞口上来了，看看啊，后面这一些五颜六色的啊，全部都是啥？都是咱们的财神爷啊。现在的话，去看看。找他们能不能捡到一些大乐回去啊？现在的话他们是现场开采，咱们就是现场收获啊！走，现在的话咱们已经到这个敞口里面来了啊，给你们看看这个距离有多近呀、啊，简直就感觉是那个什么那些啥玻璃种啊、麦穗啊，就在我的手旁边了啊！这一瞬间有没有感觉我这框框的花纹特别像那个 LV 的啊？走走走。看看这种啊，这种的话就是正儿八经的啊，可以说连翡翠都不是的。它虽然说有翡翠的特性啊，但它里面就是什么，就是正儿八经的大理石了，切进去啥也没有啊。之前有很多粉丝说想玩野木犀，玩点这种说什么啊，就是人民币啊小百或者说小千的野木犀。其实我可以这样子告诉你们啊，野木犀我真的不太建议你们去玩，因为像刚才那种对吧，它虽然价位不高，但是你们玩多了它积少成多，而且野木犀的话它看不见表现，完全就是靠运气啊。所以咱们就算是来矿山上收料，没有表现的料子我都是基本不收的啊。走吧走吧，下一个。来给你们看一下，像这里的话它不是属于一家公司的，它是属于很多家个人小洞子啊。你看到没有，它这里他们就把自己属于自己的洞子给它围起来，那个又是另外一家了，咱们就不去了，看一下有没有料子啊，没有的话就下。阿公喂，休息了，这里啊，我这大哥我问他有没有，他说没有，他说这里就是他们挖的，挖了一千年挖到现在都没有啊。他刚才说叫我自己下来他们家洞子这里捡一捡看有没有啊，我说算了吧，我说谢谢了啊，走走走，休息了。这种的个头又小，表现也打不到啊，这种的不动不动不干了，这怎么办？叫希腊，不用问了，叫希腊了，抱着那么大个料子还要问？哇，这一个，他说这个这里好看，这里漂亮，一小点鲜花啊。不劳累，哇，你看看这个表现。这个可以，然后你看看刚才我打灯打到这，你看这个雾层漂亮啊，对呀啊是，嗯，我叫价1500万呀，1500万也挺好看的呀啊，对呀啊是太阳过的那个，下班吗？嗯，下班。对呀，对呀，老妹呀们。对呀，老妹呀不。嗯。哎，你看都已经坐上了，这是准备给我来个持久战了吗？都坐上来谈价了啊，东森吗？东森。东西没有啊，东西没有啊，你知道了。拿几两百吗？拿几两百？这个500的。这个大哥老说这里好看，这里好看，这里是一包钱，你跟他说，这样嘛，我也不说，磨磨唧唧的给他300，你跟他说300吧。东西也不拿的，我签约的东西也不拿的，你看东西也不拿的。没有，我怎么样嘛？东西没有啊，这样嘛。都是俺，都是俺的，再加50，原来漏笔了，没要不，没要不，加50还没要不，原来漏笔了，你给我交过来，你别让咱们后保留漏笔了，差不多啦，阿哥这个，你跟他说嘛，这个料子我回去还要洗的，水头太短了，可以了，350，对啊，后面一点水要嘛的，要不了都是俺的，哦，这个真好，你跟他说。这样嘛，400万卖就卖，不卖我就谈这个了。你跟他说这个真好，这个我已经不喜欢了。你那快点，阿哥弟啊，你那羊羊没来，没羊了就该丢了嘛的。你那，你都没来，你那的，他那没羊了，就该丢了嘛的。你那的，羊没来，羊没来的不？阿明准备呢。那你那，那么大个料子一翻就起来了，可以了是吧，亚弟？来，我不想来鱼了。那你给他钱，
拿过来，不上来了。来，过来看一下这个啊，这个料子来看到没有？我一拿到手上我就爱了啊！你看它这一面，这一面它虽然是个断口，但你看这里，它们应该是磨过了啊。来，就这个。哎，接住呗，喏。然后磨过了以后啊，你看看，你看到没有？它这个荧光特别的漂亮啊！这个料子底妆是真的非常的干净，你看看这个，我去！而且你看到侧面，我打灯到这儿，它的光感透到这下面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它直接透到这下面来了，这个料子可以。老嘞，就是有点形状不好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、啊。对呀、啊，这个要交1000，这个200，没事。那个也没拿嘞，这个妙。不要拒绝那么快嘛，好歹也想一下嘛。在外面留的。啊，那色没呀、啊、我，你不老嘞。这是老板娘，哪是老板娘？阿嫂，这个要阿嫂。你阿嫂，这个我那么大，我才买400万，这个。还要500。好、哦、啊，你要买的留着呗，你要得对留的。差不多，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啊，差不多了，真是不一样。真是不一样，差不多了。这个价嘛，一口价300，成就成，不成就不成，东西。东西的，面都没的，都不要对面的。你看，压一锅呢，东西压比别人的我都是50/50的价，这个我直接一口价给他加100/300。哎，对面啊，都多倍了，俺等俺等就要加的多倍了。啊？要吗？来，给他钱。下去了，到到到够了，够了没有？够了。没事吧？哎，这都在哪？哎呦妈呀！拿我的筐呢，赶紧给我拿过来，买。真的是啊，买了两个，发现筐筐被丢到后面去了啊！旁边这一些都问了，都没有料子，而且你看看，基本上现在也要快点收工了，他们都用这个。绿色的这个油脂把这些机器全部都打算搬回家了啊！现在的话应该也没啥料子了，还有先帮去把搬进了我的筐里面，等一下再去问一圈，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回去了啊！走，这一件他拿给我来的，你看看，底子太灰了呀，这个这种的话不怎么对，表现的话能看得到一点啊，你看看。它这个是已经洗过了啊，看到没有？它把外面的那层沙洗掉哦。你看看这边，这边倒是还可以，但感觉重量有点不对不对的呀。我掂一下看看啊，看看几公斤这个，这个称。我就是说，怎么感觉拿到手里面这么轻？接住再拿。刚刚从那边啊问到。说法就是也不接，几乎都问完了啊，都要么就是没有捡到合适的，完了要么就是料子我不对装啊。今天的话就收到了那两个，然后啊，谁说哦，小心点，下来一个，然后啊，谁说什么在矿山500万丢到水里面听不见响的？你看看我今天花了那700，那么大个料子，那么大个的响声啊。然后今天的话就先记录到这里。